这样子，你会这样子。那个，你是比武招亲啊？这是要不要泡温泉？主持人好，你是男的，代爷，哦，代爷，请问什么星座？我双子座。哎呦，什么血型 ？A 型。OK， 双子，外放的哦。潮流店老板娘，对，交往三任都自己追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好厉害。OK，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知道一下，你大概喜欢什么型的男人？嗯，我喜欢那种比较运动型，运动阳光型、哦。那现场只有泰国人是这样。对，我算运动型，对不对？你这是黄金二雷手，黄金二雷手是不是？对，嗯，康凯运动型的啊，他都冲浪的，潜水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阳那就更阳光了。我也蛮喜欢的。谢谢谢谢。你们主动的女生，你们真正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们就觉得说我们男人是猎物吗？对，为什么要这么的主动？也不是，是因为有一次，就是因为我太不主动了，那我就想说也没关系，我就是等等看。看看我喜欢的那个男生，因为他跟我一个闺蜜，我们三个其实是很好的朋友。哦，那我就想说没关系，我就等等干，因为我自己以为，那个男生是比较喜欢我的，结果没想到，就他就跟我闺蜜在一起。哦，有这样来如学到一刻。对，我就这样等，然后等，然后就有一天他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在一起嘞，我要说什么？所以从那时候之后，我就觉得你说不准。我没有说不准，我就说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那你跟闺蜜现在还是闺蜜吗？哦，不是，当然不是啊、绝对不是了。对，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，她既然是我闺蜜，女生她一定知道我喜欢她。容不下一粒沙。是，你有让她知道这件事情？对，我有。那他们还有在一起吗？就是我一直有在一起很久吗？还是？也没有到很久，就是有一小小段时间。那还好嘛。对啊。所以她分手的时候，我就特别追回来啊。那分手你没有赶快衔接介入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我就觉得过了就过了，久就不要了嘛，对不对？久了二手的，你去为什么？我不是那个男的，不要这样讲，我也不是男的。你上次看到他们男的，有丢够，老丢够，丢够哈，没有那种奇怪想法。对对对，行动派的嘛，他们也算行动派，对，行动。可是刚刚就有讲啊，这种行为，哎，会不会被人家误会说，哎呦，你这女的怎么这样的？嗯，这太主动，人家会说，哎呦你。会不会误会你一些什么？有被误会过？有哎、欸，然后也是我好朋友，因为我们也那时候也是去夜店跳舞，就还是一样的事情。然后那个男生有去，那我是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喜欢他，那在刚好灯光那么暗啊，那刚好就音乐又那么吵啊，那我是不是就离他近一点？我就跳离他蛮贴近的舞蹈，来示范一下，来，大概是多贴呢？大概是怎么样？你只要想一想。你大概会怎么样的？其实我比较害羞的，我真的。哎，你麦还是稍微拿一下，如果要讲，来给我们点 music 好吗？哎，你会这样子，你会这样子。可是他刚刚这样一转身，这个重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重。他刚这样跳，这个撩到了，威力很强吧？撩到了，而且完全不情色，真的没有情色的感觉，俏皮。是哦，所以你就主动这样贴过去跳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太明显，这样子很明显，重了吧？还没有这样，还没有重吗？这样被误会吗？误会什么呢？误会什么呢？他就是后来隔天他回去，就是大家上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他昨天晚上有多夸张吗？整个人都贴上去了。”然后也就不管旁边有多少人，他就整个人都直接送上去，什么就讲得很，就是跟当天晚上是完全不一样，夸张。对，他就把他用得很夸张。他自己这样，你的闺蜜讲的。哎，对。没，那又是那个闺蜜，那他就不是你的闺蜜，他有攻击性。对啊，他可能喜欢那个男的，恶意重伤。对，或者他当天行情。你刚刚那样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，对不对？你那种刚刚那样，其实我们在如果说在夜店这样跳舞的话，真的还好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们会觉得哎呦。OK 哦，蛮舒服的，对不对？自己人哦，对对不对 ？Body body， 来吧，泡温泉。没有，就是了嘛，太快了，不行的，每一个。对。那你听得很生气吧？我就是，我就后来我有直接去找他理论，我就说，我只是因为你明明就知道我喜欢他，那你为什么要让全世界人都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？哎，对，这个不老实。
你们是怎么做的呢？你们这个是有技巧，但是不能让人感觉你们很随便、嗯、那你们要怎么办？嗯，要么就是如果是我们共同认识，我会请我的朋友帮忙、嗯、那如果说不认识的话，我会先去认识他的朋友、哦、然后我知、哦欸、我可能知道他现在他可能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、嗯、可能他喜欢运动啊，喜欢打篮球啊，或者是喜欢冲浪啊，喜欢任何都可以，然后以这个下去的话，我会再投其所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我问你哦，你那个可能你打篮球那么厉害，那有什么诀窍啊，要怎么样运球啊什么，就故意去问他一些类似的小问题。运球、哦、这一招 OK 哦。好球、嗯、后来他有教你运球哦、欸、后来他真的有教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个其实这一招男生也可以用，比如女生就是你像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嗯，很简单的、啊嗯、我现在教你走去。哎，不好意思哦、啊欸、你手表真的好好看哦，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问我说他女朋友要送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手表在哪里买的、啊、他就会觉得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看到了、啊、又夸奖他，又不是那么明显，很有品味，很屌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招有又要泡文学，又猴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方法、欸、这个不错，那么就听听看，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可以吗？主动你觉得 OK 吗？很可以，很可以。那你敢这样吗？哦，那个敢哦，这样子的，哦，这样子。比如说你对这样说，但没有过啦。你很丑，你一定很温柔哦。没有人在新闻上面在做哎。歌名，讲歌名干什么？那你们有什么比较积极的追求对方的方法？因为我那时候我有喜欢一个男生，那、嗯、我知道说，他上班时间是很早就出门了，然后很晚才回家。那其实基本上，如果我们的联络的时间变少了。那我就可能早一点起来，他弄一个什么三明治啊，哎、还是什么，就是一些小小的东西、哦、自己弄，对，然后我送去他的公司给他，嗯、然后他抓他下班的时间，我会去门口等他，然后等他，就我们一起各自回家，这样就起码让他每一天的下班，我想让他习惯是可以见到的。好恐怖，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？不是，那这个没办法，不行，恐怖恐怖，不行，这个这样，这种太多了，我们会从后门走掉。对，真的会，男生跑掉。他有来下班，他又来了。我根本来啊，根本来啊，又来堵你。这种真的有点。我会先试探他的那个。当然了。态度，因为他一开始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反弹。对他没有觉得说。他没有觉得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对，他没有这样觉得的时候，我就会再可能再长一点时间。对，可是我当然我会休息个一天或两天。是。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会觉得说，打电话问我说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来？那我就知道欲擒故纵哦。这个以前真的都是男生的招数哦。啊，对啊，在家门口都是男生在用的，他们在用。可是你真正遇到会吓一跳，真的碰到会吓到，第一次会吓一跳，一定会吓到。尤其早餐，早餐哈，对，才刚睡醒的时候，一出门就哎呦，买早餐给你哦 ，I love love。好吗？哦，要不要回去睡一下？会比较紧张一点。像你们刚刚那几招，我觉得 OK， 有在那个。这条线之内，不能跨线。跨线的话，男生真的会吓。那驱哥遇到主动，你会怎样？我会丢丢着。我想你要干什么？对，心里会这样想。那康哥的话，应该就不一样了。俊帅带。来一个主动，来跟我演一下。谁来？来你来。大爷，处理。啊，看你要怎么主动哈。那个，你等下下班有事吗？哎。你是比武招亲啊？这是要不要泡温泉？这也不敢，高。哎呦，好俏皮啊！就是有的时候，就是你有时候要用这种事情先化解那个尴尬，对，然后再开始泡，先把它拉回原点，不能让女生先占上风，你就一直是被动的，那就求。学到，要把这个局势转过来，转不到太成功，最起码转成平等。